我今天突然好想唱歌哦，我们去唱歌好不好？拜托啦！说嘛，我真的很久没去唱歌哎。好啊，新源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哎呀，我知道，虽然你不会想去啦，但我们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唱歌哎，拜托啦！走啊走啊走啊！不要每次我去啦。什么？你刚刚说好太垃圾了吧？节奏太慢。走走走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出去玩，也许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和大家现在应该算得上朋友吧。他们好像在试着改变我，让我开心，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总觉得自己正在慢慢的变好。终于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好远，对啊，太慢了吧？他每次约啊都迟到，拜托，他会迟到的，怎样了？哎，我都比他早到，还告诉我不用下。你今天认真讲九块吗？多，对，没有迟到这件事，我真的是非常骄傲。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各位。请问练火时间几点到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前一天就跟你说十点，大概三点吧。没有。好，谢谢。他到底要多久啦？好嘞！哦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不是、啊，你今天很挤、哦。啊，你女朋友嘞？不是啊，他第二天问完之后，他头发大变啊，烦嘞、欸。哦，终于来了。哦、要多久？要很久哎、欸。好、啊，我要点歌吗？点歌，点歌，点歌，点歌。哇，炒一下气氛，搞不好张学友比较开心。哇，不是，你要说什么？他唱歌鬼要难听哎、欸！吴成宇，你休战姐，你是太久没在给我做过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南山 AK 英文小王子啊，各位，好，等一下直接吹下去了，吹下去了。